国小要带来精彩的击鼓表演，鼓舞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明道国小特教班的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鼓舞，结合打鼓和舞蹈，我们利用音乐课以及体育课的时间练习。虽然这些音乐都不难，但我们却花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练习哦。鼓舞不仅鼓舞小朋友对打鼓的兴趣，也让小朋友们能从中学习对音乐的节奏感。此外，我们也准备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舞蹈。没有了。感谢明道国小带来这么精彩的鼓舞表演以及跳舞。
流行的姐姐舞蹈哦。